扫把赢的可不容易啊。我少活十年啊，就上把那游戏打的，真的我少活了十年。这瑞文 Q 怎么好了呢？我披挂着雷霆再次崛起，这把也很赢啊，我估计也可能也有点费劲呢。大地在沉睡，但它并未死去。我协议一下，因为我们家阵容不太好啊。我们不要出草丛啊，就在外边炸他。炸。来人了吗？这是？那也没来人啊，没来人，给我打啥呀？回家了。嗯，果然是来人了。哎，好难玩啊！交易吧，玩中路中路被干干，玩上路上路被干干，哎，玩哪路哪路被干干。就俺们家的打野永远就在这打野打野打野再打野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家刷完一圈上来了，俺们家打野再打野，人家干开一波呢，我们家打野再打野，人家打完小龙了，我们家打野还在打野，人家干开完我一波，我们家打野上来送了一波，就老这样式的，很难玩。炸！我们兵线赚了，这个兵线应该是往我们家这边推的。我是初开之雷霆，瓦尔哈尔白山的毁灭者，五大弗卓德的镌刻者。这把得来个 P 熊 ，AP 熊。哎呦我呢！人类的声音系统文明，我的声音轰动雷霆。怎么打小兵了呢？
尿尿尿尿尿！哎，好难打到他呀！我们的 E 技能感觉只能等他技能都交完了再打他。好难玩啊！让人头，好样啊！这老蜘蛛，土地的声音，我以咆哮，以免跪拜。再见。先来个这个，嗯，追随我的脚步，这个，这只鸡，哎呀，这，我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吧，不算那么特别厉害，但我这600来块钱，我又没法出别的，我这不知道出什么，很难出。直接推啊，像瑞文这种英雄可以越塔直接杀，当然前提是我们技能E技能得打着他，他这边没闪现，我们立刻就可以该呀一波。越塔杀他问题应该不大，又来了，又一个懦夫死了。你破坏的才是解脱。打个红的吧，反正这打野也不要红。我们来个红 buff， 推了吧，不推这蜘蛛一会儿上来把我这塔拆了，我又完了。人家打完峡谷先锋了，先炸一下。这人搁旁边不能走，你知道吧？不可能有个瑞文2-4敢跳成这样的。老这么玩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给人撵跑了，我塔皮没了。我都没法动弹，等大招吧。多人都想终结我，根本就动不了，不让你动弹，你动一下他就抓你，还蜘蛛这种英雄，你知道吧？
等一下技能，等个15秒，有大的，没有大我双杀不了。回家吧，回家这波我就吃塔皮，你不回家我就越塔杀你。他娘的跑，操了，我让你找打野。拆煤，塔给你拆煤。拿下，回家了。先来个纳斯之牙。惊雷，这通天修为。天塌地陷，紫金锤。我像个精神病，他不是唱的吗？呢，我记得有一阵儿不是老惊雷吗？买 name 一只 MC 蓝林汉。咬，行走的100块。你的心我吃定了。来黄鸡了，不上了。人有点多呀，那小黄毛怎么才7级呢？人可真挺多呀。炸，下路不要了是吧？啊，怎么的，就下路就推呗。耶耶耶，死一遍去吧，加血。你的谎言滋养着土地，我看谁敢找我。我将你咆哮，你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为什么要野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鸡，可恶的鸡！
鸡没有大，鸡鸡没大了。你把那峡谷先锋打了，我们退中啊，这不打一下子。我的血属于弗雷尔卓德的前身沃尔利加德。为什么野我鸡？大我是不是？再见！我坚决不跟他们走一块儿。我决定啊，在这里把这小黄毛给炸死。炸！嘿！你这他们家少个人儿，还搁那守塔，守啥呀？你们配守塔吗？来，我看看谁敢守塔，来，我看看谁敢守塔，就你呀！啊！我看谁敢守塔，来！我看谁敢守塔！妈了个巴子的，他守塔！我看谁敢守塔！守塔，小龙。在我的梦里，我看到骸骨风残，我想知道是不是我自己。嗯，把蓝拿了吧。小鸡。小鸡呀、啊，快跑！哎呦，我怎么上哪都能碰上这蜘蛛？他咋这么烦人呢？真的，这蜘蛛，我发现我上哪都能碰上它。我决定单带了。吃点水果，看着他们守塔。队友在中，我们在上。就是没杀你，我发现了这老蜘蛛，我就是没杀你，跟我俩咋咋呼呼的，我就是杀你杀少了，我发现。我一搁旁边他就要异我，我一搁旁边他就要异我。蓝色，收手吧！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好人。
打条大龙吧。其实我感觉我能单挑，只不过我想给这大龙点面子。蜘蛛炸掏，为什么要朝我朝？一波吧。这居然不是我们的 MVP， 我不能接受。